好，我是舞蹈生导师金晨。恭喜你们毕业了。这个夏天你们是不是有很多自己的心得和感慨呢？我相信这一定是你们人生路上非常特殊的一次体验。对于 AB 爵我并不陌生，从小练舞我很明白你们的心情。几个月下来，看到你们从最开始面对 AB 爵的退缩，我不想成为 B 爵，我不想成为 B 爵。为什么？好不容易想努力一把，又给我换了，又上不了了，整啥呢？我要的东西就是跟大家一起快乐的跳。跳跳海，嗯。到后面能够勇敢表达竞争的想法，我真的很欣慰。但舞台确实是残酷的。你们一定要不断的调整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舞台的模样。作为一名舞蹈生，基本功一定是不能落下的，爆发力和表现力一定得是反复练习才是。小心脚，小心脚，小心！快脱鞋，脱鞋，脱鞋！如果你热爱舞蹈，只有保持热情和新鲜劲儿，才能为你的进步助力，为你的成长加持。这个夏天 AB 爵的故事已经结束，希望你们能把遗憾留下，记住你才是自己人生中的主角。你们要在自己的人生里灿烂的成长，愿你们今后的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惊喜。